偌大的南州城，竟就西夏兵在巡查，街上一个百姓也未曾见到，城中为何如此萧条？城墙上有一只告示：弃拿通敌女奸细，献赏银百两，捕此案犯。看来街上巡逻的西夏兵是在抓这个女贼啊！眼下西夏兵封了整座兰州城，我还是先找间客栈落脚。待西夏兵撤去后，叫叔叔将药带给高老丈。咦，有人！是位小兄弟啊，还好不是西夏兵，真是吓我一跳。抱歉，惊扰到姑娘了。不知姑娘为何躲在这里？莫非你就是西夏兵正在满城搜索的女贼？女贼，多难听啊！我只是和他们借用一下某物，没想到那西夏军统领小气的紧，竟因此下令关城。怎么，你想去给西夏军通风报信，好领赏吗？这位姑娘，我瞧你外貌秀丽聪慧，谈吐文雅大方，并不像偷鸡摸狗之辈。我料你可相信是那些西夏兵士们自己搞错了。呵呵，哎呦，瞧你一脸老实笑，倒看不出你的嘴这么甜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做夏侯仪。好个文雅的名字，和你很相称啊。我叫做风铃声，封侯封爵的封，铃铛的铃，声鼓齐鸣的声。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叫我风姐姐好了。风铃声，铃清声润，天乐和鸣，风姐姐的名字很是好听。切，你这坏孩子，从哪儿学了这些讨人欢心的词儿？哦，对了，现在外头的情况如何？街上现在半个人都没有，大家全都躲回家里去了。西夏兵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，不知道何时会搜查到这里。哎，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喽。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别要和我牵扯进来。要是让西夏兵撞见了，就麻烦了。可是这样子也不妥当，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城，我愿意尽力帮忙。你有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，虽然咱们相识时浅，不过看起来挺投缘的。如果能逃过此劫，将来必会有机会再聚首。谁在那里？糟了，兄弟们，是那个女贼。哈，还有一个小贼。几位军爷，东西是我偷的，这位小哥只是凑巧路过，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就放他走吧。少啰嗦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在场通通给我拿下。贺兰统领有命，胆敢拒捕者一律格杀勿论。你们也太蛮横了，我真的和这件事没有关系。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，还敢和我们讲道理？哼，不给你点颜色看，看来你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。啊！好痛！你们竟然……一定！啊！我的头好痛！居然敢胆伤吾尊体，吾知下辈何等万死，亦难偿此罪。你还在那里装神弄鬼，想再吃我一刀吗？死吧！离火神诀。离火神诀？妖怪！这小子是妖怪！妖术，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……别怕了他，
这是咱们的地盘，容不得他们嚣张。